老师坐，帮我们老师搬一下凳子。哎，没事，我自己来。没，你这把自己当自家可以就可以了。坐左边，坐右边。哦，对，佳琪也很帅。我说真的，本人也是超帅。没有。老师，你有直播过吗？不用叫老师，叫小明哥。叫小明哥，你有直播过吗？就是来跟你学习的。你就来跟我学习，不要这样，这样有点。我来看你的呀。你来看我的。我觉得今天喝口水，你嗓子都哑了。没，我是这样状态，我讲会越播嗓子越亮。叫黄花菜。就你知道黄花菜？哎，你想问我还是我想问你？我想问你。啊，你问我。对，你知不知道黄花菜的这个别名叫什么？忘忧草。哎，你知道、啊？对。那你知道它学名叫什么吗？学名叫萱草。萱草哪个萱？就是草字头的那个。啊，草字头的一个萱哦，就是啊、哦，就是一般小女生或者漂亮的女生会取那种什么什么小萱萱之类的颜色。以前这个妇女的这个住的地方也叫萱萱萱萱房。萱房。对，萱草房。哦，所以。哇，这样一说，就感觉黄花菜立马就高级，对，高级了，说黄花菜都凉了，对，就很洋气的感觉。所以老师，那我来考考你。所以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说黄花菜都凉了这个谚语吗？我当然知道了，这是什么故事？因为很久之前啊，其实那时候的很多人家做菜啊，最后一道菜都是黄花菜啊。那如果等到黄花菜都凉了，李佳琦还不到的话，那真的就是只能不能说你啊，也不能批评你，毕竟是朋友嘛，只能说佳琦啊。黄花菜都凉了，黄花菜都凉了，你都来，你才来呀、啊？对呀、啊，你怎么才来呀、啊？哦，懂了，懂了。在我们大坨那个黄花菜有青草，有凉拌，有什锦火锅，还有女同事们坐月子用黄花菜，都老母鸡汤那鲜嫩。老母鸡汤很鲜嫩。哎，还有黄花菜。你错了，他是他们说他说的是。就是孕妈妈坐月子、哎、坐月子的时候吃黄花菜老母鸡汤会很下奶，对、啊、对，就是会黄花菜啊。我还想说让你帮我多听一下他在说什么，你帮我可以翻一下，我还没我听得懂。黄花菜还是黄花菜炖猪蹄，那焖肉，黄花菜炖猪蹄，对啊，那焖肉，对，哎，还焖肉，对不对？能焖肉，能焖肉，能焖肉，那黄花菜哦，能美容，能美容，对，能美容，焖肉还是美容，美容差不多啊，就是焖肉也可以美容，对。那大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黄花菜做成了个标准的，有机的，从这个生产加工都是到标准化。老有所收，老有所养，老有所养，然后把黄花菜做成是有机的，我觉得我们吃一下吧。好的，我们这么好吃，我们黄花菜不能浪费了。对，你看，就是真的，拔出的人很像一道就是高级餐厅的一个甜点，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好吃，我觉得大家可以尝一尝，给个面子嘛，别浪费了，嗯，对吧？小明哥都已经出话去发黄花菜给工作人员吃了。这个品牌呢叫做云小萱，对的，好好听的名字。对，就是跟那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萱草，是不是？好有诗意。对，有两瓶是纯素的，因为很多人他只是吃素嘛，不会吃肉。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个是我们黄花菜加什么？加牛肉酱的。然后这个品牌的黄花菜呢，它是用到的，就是真实的黄花菜。就是腌制而成的，而且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我可能没有之前吃过这种黄花菜的一个下饭菜。嗯，就小明哥有吃过吗？黄花菜的下饭菜，我这里，来，我没有，你没有吃过这种酱，对不对？吃过黄花菜，但是没有吃过这种下饭菜。对，那我们来试试看，好吧？我就知道今晚这个结果，所以我没吃晚饭，所以你也就是在就是控制饮食吗？那要不然呢？我是一个易胖体质啊，真的吗？就是看完全看不出来，刚刚大家都说你瘦了很多。对，大家说我瘦了很多，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个易胖体质。你为什么老那么瘦呢？我吃很多。我上播之前，我刚刚在你来之前，我还在那里就是吃了一碗意面，然后吃了很多鸡翅。我们俩还要聊天吗？就是我家这个是我要请教一下你。你是最让人恨的那种。但是我不长肉，就是还是一直会很瘦。对，就其实之前也有人跟我说过，就是有鹏哥哥，我就推荐他多吃一点主食。然后多吃米饭啊，多吃什么？稍微吃点增肌粉。嗯啊，佳琪，没事，没事。那我的凳子确实没事。你坐进来的，大家今天是要看你的，我就天天跟他们看。不，大家不喜欢看我。没有看，只要看你了，也可以这样吃。待会我们要卖的那个小米里面。对你配小米吃的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小米是可以对身体好，对胃好，对胃好，对养胃的嘛。然后也可以增肌的。像这个是真的用黄花菜来做的下饭菜，这个是辣的，这个是不辣的。对的，有辣的，有不辣的，都很好吃。我们今天晚上直播间，真的好吃。嗯，我们今天是在做吃播吗？
我们今天是在做吃播，嗯，所以吃播哦，你觉得吃播应该怎么样播？嗯，就是可以一边直播一边说一段这个什么煎饼之类的，我在春晚里的那段。就灌口了是吧？你还要开始灌口了。对对对对，上次金靖来我们这边的时候他灌口了那一段。对对对，我看到了。我太厉害了，比你还大。没有了。所以你们在春晚的那个灌口练了多久？哦，我练了三个月。三个月。接到这个任务开始我就开始背。然后就是快到了，我现在脑子想都不想我能直接说出来。现在还可以。现在差不多。嗯。你要不要来 battle 一下金靖？给我来两套紫米煎饼，一套煎饼不放松，一套煎饼只放松，再来两再来五套绿豆煎饼，两加沙也不加辣，一套加辣沙也不加生姜沙豆加，我拆蛋两个背筋蛋三干蒸蛋，我荷包蛋荷包蛋的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的番茄油双面煎的放辣椒酱，再来三杯，哎，来三杯豆浆，再来三不对，再来，哎呀，完蛋卡住，没关系，就很厉害。这个真的没有在流程里面，就是我们刚刚黄花菜给噎住，对，被黄花菜给噎住，这真的没有在流程里面哦。这真的就是再来点原味豆浆啊！对，再来点原味豆浆，再来点原味豆浆，三杯凉馊的，一杯温吞的，一杯温吞的，再来一杯温吞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不加冰，一杯加冰有加糖，所有的温豆浆都要大杯的，所有黑豆豆浆都要小杯的，所有加冰的都要中杯的。哇，厉害厉害厉害！真的已经很久没有了，说下去我这顿饭都吃不下去。谢谢谢谢，真的你练了三个月哦。嗯，对，就是每天听每天听，或者每天读每天读，才会有这样的就记忆，就让它变成一种记忆，就肌肉记忆，或者是就是语言记忆在里面。对，好的，哎，我们来上链接了吗？我们已经卖完了，我们啊还有货可以加吗？那把这我们刚聊天聊的都已经把还可以吗？没有了，所有的都下架了是吧 ？Oh my god， 把这盘卖了吧，把这盘这两个大家肯定很想买，因为这是小明哥吃过的啊，来。他们说要给小明哥上碗米饭，不 ，no， 对我看我也觉得应该不应该给他上米饭，待会可能还要吃小米，对吧？我们待会要有一个方量，就是你的就喜欢你的粉丝们，他们都说快给他来个馒头，或者给他来个米饭呢、啊，在镜头面前吃他的，就是团队应该管不住他的，我就着你的美颜就可以吃下去了，对，没有了，这个就是加不了货，就所有的哇，就是不好意思，让你帮我来收拾东西，来，我们下面一个推荐一下黄小米。对的，我们今天有主持。黄小米是什么意思？对，你知道刚刚我在读这个品牌的时候，他们说这是黄晓明的品牌吗？黄小米，真的叫黄小米？对，他真的叫做黄小米啊，真的。对，叫东方亮吗？他叫东方亮，他叫黄小米。哦，懂了懂了，这是真的。OK， 你煮好了两碗，我们来试试。你看。哎呀，对啊，主食来了。刚才那咸菜拿回来。谢谢，刚刚那咸菜拿回来，主食就来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帮。对的，我们的小明哥准备了很多好吃的，来，小明哥喝一下，你觉得怎么样？你就喝一下口感，不，你喝一下就看你觉得口感怎么样。刚才就是现在已经是买不了了，我没看过，所以我在好奇。对，你在看，就是就比如说就是我们上个链接，然后这个刚刚是下饭菜嘛，然后全部都卖完了，然后就会属于下架，然后我们会上另外一个我们的小米的链接，然后他们也在这边直接拍完了就下架了，对。就是这样子，就他们就会按这个链接赶快抢东西。然后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公益，这家其实就是棒棒哒。没有，小明哥比较厉害，小明哥，哦，我很喜欢吃小龙虾，因为我是湖南人。我去湖南每顿都是小龙虾，真的，两天五顿小龙虾，两天五顿小龙虾。今天我们不卖小龙虾了。你这么忙的时间，怎么样保持身材？这是网友特别想问到的。就是其实说的难听点，真的是管住嘴，迈开腿，就只有这两样，诀窍是。没太有的，就是学校是没有的，偶尔我也会配一点减肥药吃一吃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吃菜叶子，就是真的是经常我的工作人员就生生把我手里的其他的饭给抢走，然后给我换个菜叶子，这真是有的。你这个年纪的人很容易腰上长肉。你九八年的呀？九八年，我是九八里的，九八里的。所以你健身有什么小秘诀要推荐给大家吗？就是你把你想吃的东西尽量早上吃，中午的时候可以稍微吃好一点。中午时候可以多吃点肉，尽量少吃点主食、哦、因为如果你要吃很多肉很多菜的话，主食就要少吃一点、哦、少吃一点，然后晚上尽量不要吃主食，不要进油盐，这样你可以每天控制体重左右，大概里面有52小包左右啊，准备好了，相当于一包我们的幸福只要5毛7分钱，3、2、1上链接，正好把下一个要卖的先喝一口，可以再加一点吗？这所有的货好了，没有了。哎，怎么就没有呢？喂，你至于这个，因为这个真的没办法，有这么多的货。没有，我是说你太厉害了。没有，
就是你来了，你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些教大家怎么样保持身材的点，大家会觉得很好。谢谢。那小明哥，你有对茶会有了解吗？就对于苦荞茶，喝完之后可以吃的。对的，而且它是粗粮，是的，它是不长肥的，是的，而且它有膳食纤维在里面。对，我之前有做过一点功课。这个苦荞茶就是据说当年是宋太宗跟杨家将一起去被困在雁门关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就当时没有粮食了，被困了很久，当地老百姓就拿这个苦荞来做成粮食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吃了就觉得很舒服，身上的伤也都好了，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是救命的皇粮哦。然后后来就这个就变得很有名了。后来等他们几个月之后回到了这个京城之后，是就命令说每年这个苦荞必须要进贡到这个皇宫来。哦，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典故，我觉得哇，真的做功课太认真了，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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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大家。苦荞茶不苦，很香。下午喝还可以减肥，下午喝还可以减肥，就把它当做奶茶喝，对不 对, 对？就是不容易让你发胖。饿的时候你可以喝一点，然后把这个下面这个可以嚼掉，就可以还可以有点点饱腹感。对的，它是粗粮。我们刚刚加了3万组，还有12000份，然后这边还会、这边还有9000份，你看，就是7000份，就他们都在买，然后这个数量就会减少，然后卖完了就没有了，就下架了，还有2000份。还有1600份，就是这样子。我刚刚远远看你一直点，我还以为你在给自己点。没有了。对，我说你是这。刚刚小明哥说你为什么给我一直给你自己点赞？对，我说没有，我在看这个数据，好吧？我谢谢大家的支持。音乐，哇！萱草忘忧酱不酱那么浓，淡黄的黄毛茶醇不上头，好酒必须要配好肉。杏酒、黄酒、白酒、葡萄酒，茶饮点心味醇厚。锅巴酸奶、小米胡麻油，星光行动齐聚力，大同特产快买机。好，谢谢小明哥，哇，真的这样的 rap 我也是拼了，你也是拼了，谢谢小明哥，对，很开心今天可以来为我们的公益来助力。我是非常感动，就小明哥其实是就突然就是对就是来助场的，对对对对，谢谢小明哥，谢谢小明哥，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见面。好的，好吧，谢谢，谢谢，辛苦了，我们今天的带货所有都卖完了，好，干了吧，好，来干了，辛苦，你是真的饿了，山东人说话算数，对，是真的饿了，好吧，谢谢大家。